中华邮政推动创新场域计划，花莲邮局特别和维纳斯伊朗合作，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一同共邮艺术展览，同时还有业务集点送好礼的活动。除了增添艺术文化气息，也要让更多民众到邮局洽办业务的时候呢，能够得到生活中的小确幸。花莲邮局配合总公司推动创新场域计划，特别与在地的艺廊合作，举办为期一周的艺术展览，让邮局空间充满了艺术气息。最近几年哦，因为数位金融的发达的一个冲击，造成我们来客率下降，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场域的一个创新，好来提升我们的来客率，加强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花莲邮局就有一个构想，我们就在地的联合在地的艺术家来办理这样子一个艺文活动，希望透过这个艺文活动让大家来体会一下这个艺术的魅力，希望也借这一次的活动能够让我们的乡亲来邮局不光是办理业务而已，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艺术的一个飨宴。另外，在8月5号到8月16号，邮局还推出了业务集点送好礼活动。我们今天也有办了一个叫集点活动，让我们的顾客来到我们邮局办事情也有一个小确幸，集点之后我们可以兑换我们一个很精美的一个礼物。花莲邮局希望透过创新场域活动，让民众体会邮局就是大家的后厝边，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让更多顾客来到邮局洽办各项业务。谢瑞慧，欢迎市报道。